好的啊，这幅是神唱，啊，左边是神，右边是唱，就是把神和唱的中间两个声子把它组合在一起。这幅作品呢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幅作品，放在家里面呢，它就像一把神剑，虎藏神剑，万事亨通。如果家里面放了把神剑的话，什么事情都会万事大吉，就会一切都会非常顺利。对，万事如意。好，这个是一言九鼎的鼎，啊，这个鼎呢，包含意义是非常广阔的。这是太极，也代表着日月同辉，也代表着这个世界万物，也代表着乾坤，也代表着地球啊，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完美的一个事业。这呢也代表着两个人，也代表一双手，也代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一个完美的事业，也代表我的手，也代表朋友的手，以共同来创造，也代表着和谐的意思啊。这一条像是这个大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个意境是非常好的啊。人呢就讲究的，人在世界上就讲究的一个尊严，叫做一个诚信。所以我落款就落了一个出言如九鼎，诚信胜千金，来财赢天下，伟业振乾坤。就是一个人只要一言九鼎，就会赢得天下，就会创造伟大的事业，自己事业就会振兴天下。诚信是商务的基石，对，基础，对，也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诚信通天下，伟业振乾坤。这个道路的道呢，也是是我作品中间最经典的一部作品。我们把道从一个简单的中国的文字，把它用艺术的角度表达了。日月同辉，有太阳有月亮，这个代表云彩，中间是代表这个阴阳太极啊，下面代表河流。所以这部作品我只用了十几秒钟，就把这个世界万物宇宙乾坤都把它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个宇宙乾坤呢，也是宇宙的暗能量、暗能源。对。所以就是说，太初有道，是吧？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吧？所以说这部作品是意境是非常好的。要想感悟世界上所有的道理，就必须神有天下。只有神有天下，才能等待到世界上所有的道理。所以这部作品我觉得是我自己作品中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收藏价值是非常有意义，是非常有收藏价值。没看白姐是那个就这个那种音乐吧。这部作品是天涯，天涯我借用古人的一首诗的两句话，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呢是月亮，这代表着云彩，这是山，这是河流，也代表着云雾，这是一个山崖啊。这部作品呢给人联想就是再远海内存知己啊，天涯若比邻，哪怕是朋友远隔千山万水，就好像在自己身旁一样，只要是知己，对，知己啊，对，这部作品呢，比这个我们中国的博鳌论坛指定用我的作品送给这个世界上来自五湖四海所有国家的总统作为礼品送给他们，表达了。这个有不少国际领导，有30多个国家，35个国家的总统有我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的代表作。去年拍卖60多万拍卖成交价，这个是66万成交的。这个是你解释这个这个是和万事和为贵，百业胜而兴，这是代表着一家人，这是一个家长，这是母亲，这是孩子，一家人合在一起啊，人和万事兴，只要人和气，家人和睦嘛，就家和就会万事兴。这个和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讲的和谐的和，对，和谐的和。所以万事和为贵，做什么事情以和为贵，只有和才能带来这个生机，带来这个万物的和谐。
只要和气生财，他的百业就会顺心，啊，只要和气，他就会万事都会会。这是跳舞的舞，跳舞的舞呢，嗯，我把它表达就像一个成功的女孩啊，这个非常欢快，就象征着一个完美的事业已经成功了，很快乐的跳舞。这些象征着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像舞步青云一样，就像青云直上。舞步青云。对，舞步青云。我女儿是舞蹈家，她挺喜欢你这个。有机会到时候跟她表演表演。好的。嗯，这个舞这我也是我作品中间最得意的一幅作品，也是最得意的作品。这部作品也是从起笔竖笔就半分钟就把它完成。但是虽然是半分钟，一气呵成。对，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就是半分钟之内就完成。不容易。几十年的磨练，几十年的研究，明白？啊，这个虎呢，是我的作品中间最先成名的一幅作品。处女座那幅作品现在是百万美金，嗯，很多国家更需要花很多时间。1997年在新加坡展览的时候，就比新加坡一个银行家出价百万美金买我的作品。但是更是花很多时间。花了几年啊！这幅作品写了差了上万幅了。但是现在一写一笔就成功了，但是研究的过程是花了十几年了。看看1991年，你看像差不多20年了，写这部作品，但是现在一写就成，原来研究的过程很，但是这部作品像那个老虎，你看把这个老虎的脊梁骨、尾巴、脚，是吧？这个牙齿，全都写出来了。哦，对，这就是像牙齿怎么样？这个作品是我作品中间也是算是最得意的作品，价格最高最昂贵的作品。好，谢谢。我相信我通过的不断努力会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出来。好，谢谢史强大师。别客气，别客气。